正说着本宫的新衣裳，这就送来了。阿桃，把衣裳展开，给各位娘娘看看。跟我走。哎呀，这刘宋的刺绣果然是华美，看着上面绣的如此之出神入化，你喜欢吗？赐给你了。啊，臣妾怎么配穿皇后娘娘的衣服呢？不过是件寻常的衣服，本宫啊嫌它太过花俏，你喜欢就拿去吧，不必多虑。谢皇后娘娘。快穿上给本宫看看。走过来给本宫看看。皇后娘娘好看吗？果然是年轻，穿上这件衣服真是好看，不像我们老了。皇后说的是。事儿吗？你们浣衣局的人竟敢往皇后的衣服里放毒针，害死了岳夫人。若查不出真凶，你们浣衣局的人谁都别想活命。皇后的衣服是彩萍洗的，一定是她下的毒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没有害人，你们大家要相信我，不是我。给我搜。是是。仔细的搜。那边看看，慢点。什么都没有，去其他地方看看。是是。等等，这衣服是谁的？这是我的，还没有来得及洗。这是什么？太医过来看看。这正是岳夫人所中之毒。李未央，你怎么解释？陛下，若不是臣妾一时兴起将衣服赐给了岳夫人，那死的就是臣妾。请陛下一定要查清事实，还岳夫人一个公道，还臣妾一个公道啊。竟连国母也敢谋害，根本不把天家放在眼里，一定要查出真凶，将他诛灭九族。陛下，在衣服中藏毒针的凶手已经查获，把他带进来。带进来。拜见陛下。是你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奴才带人去浣衣局搜查，却从李维央的衣服里搜查出还未来得及处理的毒药。陛下，奴婢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是有人要故意陷害奴婢。你还敢狡辩？你以为将毒药藏在衣服里就不会被发现吗？我跟岳夫人无冤无仇，我为何要害她呀？你根本就不是想害岳夫人，你是没有想到皇后会将衣服赐给岳夫人，所以你想害的是皇后。我更没有必要害皇后，况且奴婢一直身在宫中，又为何会有毒药呢？或许是有人指使你呢。听说你和南安王多有联系，南安王也多次庇护你，那若是他有什么事情吩咐你去做，想必你也不会推脱吧。皇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皇帝，你就不要再装模作样了，分明就是你想害母后。因为母后独爱我一人，你便怀恨在心，想除之而后快。父皇，御医已经查明，这种毒药只有刘宋才有，那谁又不知道，你南安王自刘宋回来，缴获了诸多的战利品，这毒药分明就是你交给李未央的。父皇，南安王狼子野心，不可不防啊。陛下，请还臣妾一个公道啊。父皇，这是诬陷，儿臣冤枉，儿臣只是当日想要感念李未央守城之功，这才照顾一二。只是照顾一二吗？为何其他人说你多次私会李未央？父皇，他居然违反宫规，私会宫女，分明就是居心叵测。南安王，你作何解释？父皇，除了你，谁还有动机谋害母后？还有这个李未央，他也不是第一次杀人了。君儿，你忘了当初你的母妃是怎么死的吗？那天能下狠心害皇嫂，今日就能下狠心害母后。李未央，你现在要是供出主谋，或许还能饶你一死。李未央，你可认罪？陛下，奴婢有几句话想要跟陛下单独说，还请陛下恩准。万万不可！父皇，此人狡诈多变，不可相信呐。陛下，事关谋害皇后的真凶，奴婢不敢当众说出。李未央，你到底有什么话要跟朕说？陛下不可听信东平王之言，东平王对奴婢的诬陷毫无道理。可是朕怎么听来句句在理呀？陛下是知道的，我是良人，命运就掌握在陛下的手中，不管我投靠谁都没有用，我又何必要铤而走险去帮南安王做这些狠毒之事呢？就因为你是良人，所以你才必须要为自己打算。或许你认为南安王将来可以继承大统，好满足你的需要，比如为你父王证明。奴婢如果真的要运用这种手段去达到目的的话，这根毒针就不会出现在皇后的衣服中，而是出现在陛下的衣服里。放肆！南安王与东平王实力相当，陛下如果出了事，必定会造成两虎相争，不管是谁胜出，对大魏都是元气大伤。如果那个时候我鼓动良民引起暴动，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只要我向新君提出要求，还怕会不答应吗？如果我真的暗藏这种狠毒的心机，害死陛下不比害死皇后来得更加直接吗？你好大的胆子，你跟朕说这些话，就不怕朕杀了你吗？正是因为光明磊落，所以才会毫无畏惧地说出这一番话。陛下雄才大略，我相信一定会比奴婢更明白这个道理。不管朕相不相信你，你刚才的这番话倒是提醒了朕，你并非一个简单的女子。奴婢原本也可以是一个天真单纯的女子，只不过连续不断的打击逼我不得不如此。如果你安分守己的话，根本不应该跟南安王交往。你敢说你跟南安王交往一点私心都没有吗？或许你认为你跟他交好，将来有一天能用得上他。奴婢从不会利用任何人。
好，朕就给你三天时间，如果你不能找到真凶，那你就是凶手。三天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，就让朕瞧瞧你的本事吧。